哦，对，那边能超个劲儿啊，那边能超个劲儿，我知道。我就想起人家那个武侠片里头是那个，是吧？啊，那剑客，然后得把这个弄一下，然后才能走。真凉快儿，对，嗨，我也是活动活动，瞎溜达溜达。对啊，窝腰微腿。间的健身器械，这个大凉风烫的可真不错啊！啊，是吧？看看，看看，这凉风烫的，我这现在我当云台使的，大凉风烫的，行了，回家可以剪出一段来，让大伙看看。我们这是录播，不是直播。把这个什么转过来之后啊，背着就有点麻烦。啊，今天天还行，蓝天白云的。就是咱们的特色，都弄这么大一个。要没有这个玩意儿，这边还真是一个感觉是一个野公园似的。这叫点将台，回去的时候看看，如果那个什么要有合适的，就那种
红的馅椒，少买几个。那我一会儿出去买，现在我去那买。不用。不吃凉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待会儿咱们没事儿的，回去的时候有就买，没有就不买。没有我就回家就使咱们家那个干辣椒煮一下就行。待会儿看看，如果葱好，买点葱，晚上就烙肉饼就行了，是吧？反正也没和面的嘛，那豇豆就可以拌着吃。这是那叫什么灰量，灰量一般就是一包飞一包，这么就这种叫法。这就是萧台后河，是吧？萧台后河，带上这个吧，就这个转脑袋就得不能腾一下腾。燃气管线应该是什么，是吧？是通州支线嘛。
又是灰亮啊，灰亮个儿就算比较大的了。那是一个什么感觉，那边飞的是一个水鸟，这个就飞放里面了。